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、手相、面相、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当中的智慧线啊。假如说智慧线它有分叉，一般的话是容易晚婚啊，容易晚婚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智慧线跟生命线之间呢，出现很多条这种叉形的纹路啊，很多这种叉纹，而且呢密密麻麻的啊，这个比较杂乱。那么这个呢？就比较容易啊，好淫不自爱啊，不自重啊，容易不能这个洁身自好，往往是比较啊喜欢淫乱的东西啊，而且叉纹跟地纹连接的话，是爱人很软弱啊，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比较软弱啊，这个随意的让你非常自由的发挥啊，就这个感觉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，他这个人纹呢往前位走。啊，下垂往前位走，前位就是大概月丘的位置所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有妻有妾啊，也是一种花心的表现啊。就是说你这个异性缘分非常不错啊。这是几种纹路，三种纹路啊，就分享到这里。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困惑，可以进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